上面追踪一阵子，然后他们家是会有一些国外的选品，嗯。就是这个比较欧美，我现在试的这个毛毛，我觉得它版型还蛮好的，因为我骑的店蛮远。你转过来一点点，很欧美的那种新的店，那个小餐具都很可爱。很可爱的地摊，现在来吃泰式，吃那个香米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小通帽，然后我记得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巴拉克帽吧，巴拉克拉瓦头套，巴拉克拉瓦头套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30%的羊毛，然后70%的安格拉山羊毛。然后它这边就是有做这种镂空这样，然后它这个是比较厚一点的，我就戴起来给大家看，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过几天要去冰岛，然后就是。说要买这种比较保暖一点的头套，就它一般围起来的话，它在这边就是这样，就我还蛮喜欢它这边这个毛柳的那种感觉，这边那种毛柳的感觉，毛茸茸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因为一般市面上可能是那种羊毛针织的，就会没有这种毛茸茸的感觉。然后就是放在大衣里面也是会有一个就是造型感，像是这样，就是小头帽。其实我之前有买过别的牌子的小头帽，是一个韩牌，然后价格跟 COS 这个是差不多。我买这个的话是4500元，然后那个是灰色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找不到我那顶灰色的帽子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，太紧急了，就想说来 COS 逛，然后就买到这个，然后就看到这边会有一点这种镂空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的话我是自己还蛮喜欢的，就是感觉整个会很保暖这样。它价格是1200，它是有这种纹理的，然后它的镀银的那种感觉，就不是非常亮面的五金。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，如果是这种纹理的话，我就比较喜欢不是太亮面的那种五金。这也是 COS 的，然后就是戴了蛮久，就从去泰国玩，然后我买了这个，一直就戴到现在，然后使用频率真的是超频繁，就不知道戴什么的时候就戴这个这样。下一个，好，就是这样，戴起来就这样。我觉得他们家耳环我都算是买的话都还蛮满意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。
就买了这个帽子，然后它是应该是一个发牌的，然后它的价格是1780，然后8%的羊毛，这个品牌，这样，然后我是觉得它的就是它那个绿绿的感觉我很喜欢，它是那种比较像是开心果绿嘛，就是比较活泼的那种颜色，然后不是整个是纯绿的，它还有带一点这种深绿色，就杂那个绿色在里面，我还蛮喜欢这个毛毛的那个颜色。然后戴起来的话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这个毛，就是这个毛衣也是同一个品牌的，然后搭配起来就是这样，就是比较活泼的一个颜色，吧。哎，你变太瘦了。我是第二个姐。刚刚就是去那个剪头发，然后他问我说，他就是我第二个姐姐。来逛马黑，然后这件是。他会有一些可以吃饭、喝咖啡、还有逛东西的地方。吃了这个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檀香，它味道蛮不错。的那个，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！因为我最近也没在办公室，所以我忘不用那么。对的。这是什么蛙吗？蟾蜍哦。咬的钱也很可爱啦。给他来看喉咙，好看吗？还不错。可是问题是。这个也蛮好看的，还不错，很可爱。对啊，可是颜色。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形状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弧形这样，然后正面看起来也很好看，这个包。这个比较低，所以没什么风景，就是一个大床这样。然后，衣橱间、冰箱、自助吧的话，我就是还他们家，我就蛮喜欢他们家的那个浴缸的，就是还蛮大的，然后是干湿分离，梳妆镜。我们现在的点，我们上次超喜欢吃的饭团跟蛋卷，这家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我们住这间的时候都会吃。不像我们的菜单，猪排蛋饼，然后你要加哦，我下次是加葱蛋。那、我要葱蛋，我要你上次那个。葱蛋很贵，肉松然后葱蛋，但这不是我之前吃的那一间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养好吃。